有这样的行为也让很多人觉得好感动哦。来看看南台包括呢南台南家福中心举办了这个天使铺满回娘家的活动，连续呢三个学期都带着满满的铺满到场来捐助的庄姓的小兄弟现在又来了。小兄弟呢，一个9岁，一个才6岁，两个人年纪都蛮小的哦，而且经常呢省下不去吃汉堡啦、素食啦，或是也不去游乐园玩，把这些钱呢干嘛呢？存起来，希望可以把钱来帮助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也让大家觉得真的是小兄弟超棒。